你别躺着行不行啊？这一身小肥肉可减不下去了啊！变成小猪了！哎呦喂，拿几根破绳跟这蹦跶几下，就算迎接奥运，小儿科。不是，什么不小儿科？铁人三项，你行吗？行吗？行吗？啊，我们这叫力所能及，重在参与。没错。是是的，全民健身，智商运，智商运。拿个破麻绳跟那蹦跶几下，就算支持奥运，不是我打击你们。哎呀，迎接奥运啊，得需要心意，而且啊，还得干点实事儿，还得来点真格的，就这个。嘿，那我听听你那真格的是要干什么呀？建奥运场馆。你有钱吗？就是。燕雀焉知鸿鹄之志，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，不是？哎，刘鸿鹄。刘鸿鹄，你必须得回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太想知道你那个鸿鹄之志了。我不想跟你们说，因为我说了以后，咱们家会产生八级大地震。太可怕了，太吓人了，千万别地震，真的。我们就不陪你玩了，我们跑步去了。我们跑步去了。我要登珠峰。是。你准备去哪儿？去哪儿？珠穆朗玛峰，傻了吧？啊，这个好像就是八级大地震的前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珠穆朗玛，儿子，你别说，你用不着登珠穆朗玛峰，你到珠穆朗玛峰底下，在珠峰底下绕一圈，你就是妈妈心中最牛的英雄。有人登珠峰呢，你绕着猪圈跑一圈都得了。真的珠峰了，找不着猪圈了。哎，那个刘鸿鹄，你能记得咱家门朝哪儿开就行了，谢谢。不行，那样咱家成猪圈了。小猪了，都是。我们小猪，我们小猪。哼，你们就笑。看来我非得给你们来点真格的。大晚上的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鼠标，我呢，一直很器重你啊。所以呢，咱们有些事儿啊，要做就得往大里做，开工可就没有回头价。你得好好的琢磨琢磨，想好啊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秘？我现在就要实行那个我们以前商量过的英雄计划。咱们俩以前可商量过好多英雄计划呢，就是登珠穆朗玛峰。哦，想起来了啊！好，让我们一起走吧。走哪儿的呀？珠穆朗玛峰。你还真去呀？当然了，我刘星可从来不吹牛。我还以为那是咱俩长大以后的事儿呢。
咱俩现在不就长大了吗？咱俩现在就是大人了，说到就得做到，否则别人该笑话咱们了。那就咱俩这点本事，也登不上去啊。哎，不用，我妈说了，只要啊，我能到珠峰的脚下，我就算英雄。我呀，非给他们搬两块珠穆朗玛大石头回去让他们看看，让他们傻眼。那我也得跟我爸妈商量一下吧。商量什么呀？商量只会遭到某些人无情的讥讽和愚蠢的嘲笑，我可刚刚经历过啊。那我也得准备准备吧。成，那你好好准备准备，明早就出发啊。哎，明天啊？明年行不行啊？怎么样，爸？惊着了吧？啊。傻了吧？啊。同意了吧？别别胡说啊！谁同意了？这么好的事儿您都不同意啊？那可是珠穆朗玛峰，你知道吗？海拔8848米，这还是原来的数据，现在还在涨呢。人烟罕至，空气稀薄，就你啊，还不等爬到半山腰，就得给活活憋死，还要去爬珠峰。你说你连一个河北省都没出去过来，你就去？你知道珠峰在哪儿吗？你去西藏啊？再说了，谁说没去过河北省的人就不能爬珠峰啊？你甭跟我在这儿耍贫嘴啊！总之，我的态度非常明确，送你两个字儿：不许去。还是仨字儿？您说我跟您谈正事，您跟这着什么急呀？您这个呀，往小了说是拉您儿子的后腿，往大了说您就是不支持奥运。这还扣上帽子了您？爸，我问您一下啊，是不是就我这个岁数的人都没有爬过珠峰？你还知道啊你啊？啊，你去问问全世界，像你这么大的孩子，有人去想这事儿吗？这就对了呀。这还对了？那当然了。你看啊，这第一我是为国争光，第二这又是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啊。你先甭吉尼斯了啊，你快急死我了你。哎呀，爸爸，您看我这一跟您说正事，您就急着掰脸干嘛呀？不同意不同意了，您就给点活动经费支持支持就成了。我还给你经费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再送你俩字，门都没有。哎呀，爸爸，你这跟您两口吃，您急着掰脸呢。再说了，您这字可越来越多了啊。行，我急着掰脸，咱俩不好聊是吧？你这样就行，你去跟你妈好好商量商量，她兴许同意。嘿，爸爸爸，您这就更没见了啊！您说两个男人之间的事情，您干嘛老牵扯上当妇女同志啊？一点都不像亲爹您。那你去找你那亲爹好好聊聊啊，他肯定支持你去，没准给你好多经费呢。爸，您这话说就不对了，您太见外，多伤咱俩感情啊，是不是？我没法跟你有好感情。这孩子，你就跟我有本事啊？什么话都敢说，我看你跟你亲妈敢这么聊吗？谁啊？我找你呢。我这比我还冲。谁啊？我这事儿我得找你好好说的说的。怎么？你知道不知道他约着我儿子去爬山，而且不是香山，是最珠穆朗玛峰。这事你知道吗？啊。你同意了？没有，我这不是正在这儿教育他呢吗？这就对了，你好好的严格的教育教育他，不能排除武力解决。武力的事就交给我了。你看看这孩子啊，太异想天开了，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事实上太不靠谱了。是，太不靠谱了。我正在说呢，这孩子，你说一个人在那瞎闹还没完，还拉着鼠标，那个鼠标现在是不是还准备要去呢？我们鼠标多懂事。鼠标多听话啊，一点就通哦。鼠标马蜂不爬了，准备报名参加社区爬杆。鼠标，你这个叛徒。鼠标，你怎么叛变了？谁没压力呀？啊，压力越大动力才越大。
我有能力啊，能力越大，责任才越大，知道吗？啊，哎，而且胆子还得大，胆子越大，成就才能越大。你找什么呢？刘星呢？肯定是在厕所蹲着呢，你看看。这没有，我刚才看了，没在厕所呀。那就是在鼠标他们家玩呢。没有，我给鼠标键盘家都打电话了，全没在。那不会是真去珠穆朗玛峰了吧？去什么珠穆朗玛？再走着去啊，从咱家。这孩子真讨厌。爸妈，有你们的一封信。谁的？谁写的？估计也许八成可能是你们的大儿子刘星写的。行了，我先出去玩了。老爸老妈收，你看看，嘿，这孩子又出什么幺蛾子呢？这是。哎呀，知道写信了，看看。亲爱而无知的老爸老妈。嘿，他无什么称呼啊？这叫。我要走了。啊，到遥远的珠穆朗玛寻找我的梦。男子汉大丈夫就该说到做到，不怕牺牲。神经病，甭理他，吓唬谁呀？他还真走了，吓唬谁呀？我妈肯定说我在吓唬她，她错了，我真的走了，我轻轻的走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是不带走云彩，他连100块钱都没带走，他怎么走啊？是，我妈一定会说我连100块钱都没有，怎么走？只有错。为了这次行动，我已经暗中节约，足足攒了250块巨款。250能到哪儿去？顶多也就去趟河南。我妈肯定又说250能去哪儿？顶多到河南。可她还是错了。我已经做好准备，坐火车一出北京之后，就一路打工赚钱，实在不行我就要饭。就是要饭，我也要到珠穆朗玛峰。这孩子，你说这神经病，你气死！走吧，走吧，赶紧去车站看看去吧。够讨厌的，你。没事，你说这小孩啊，我告诉你，哎，走了，走了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真走了啊？谁走了？鼠标也走了。这我儿子留的一封信，啊，跟你儿子刘星一起出走了。啊？哎呦！我的可爱的胖儿子哟，又懂事又听话，学习还好，人也漂亮。哎，这说的是鼠标吗？你得陪我儿子。哎，这不太合适，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得陪我的儿子。哎呦，好好，你别。我也是鼠标的爸爸，你千万别着急，好吗？咱们先冷静。对对，先。要不咱就先报警吧。赶紧打电话，赶紧的。哎，先报警。别看了行不行啊？你不着急呀、啊？不急急。你根本就不着急，他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气死我了。是，谁知道他胆儿这么大呀？你也甭急了啊，兴许过一天就回来了。哎，我怎么发现这个小雪和小雨跟没事似的？你还该吃吃该喝喝，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而且，咱们是不是真老了啊？是不是这种事儿对他们来说特正常？咱们有点小题大做。什么小？这还小题呀、啊？这个，你们什么叫大题呀、啊？夏东海，啊，这都要到喜马拉雅山去了。你再不管，他明天赶上月球，你信吗？赶上太空，你信吗？不是，妈妈，说不定我联系上了，他在线上呢。啊？在什么线呢？在通线呢？不是，是在一个网站上，叫宽带我世界。啊！快，给我看看。啊。爸，大家好，刘星，你在哪儿呢？你赶紧给我回来！你，我现在啊就在喜马拉雅山的脚下。啊，这，你别来劲行不行？你少在那蒙我，什么喜马拉雅？你刚走几个钟头啊？啊，你坐喷气室去的你？你在咱们小区上的飞机呀、啊、你？快给我回来，听见没有？啊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一切都挺好的，我还认识了好几个尼泊尔的朋友呢。你别来劲啊，刘星，
你别闹行不行？快点吧，你赶紧回家，你要把妈急死啊！你到底在哪儿呢？现在不成了，回不来了，离家太远了。我们马上啊就要开始攀登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啊，攀登之前啊，我有几个问题，希望你们能在家帮我查一下。什么问题啊？什么问题啊？说。就帮我查查，三河这边有没有什么便宜的旅馆？啊，最好还是带淋浴的啊。还有就是，再查查这边有没有什么又便宜又好吃的饭馆。你不是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吗？你怎么又在三河了？你到底在哪儿呢？又不成了！哎呀，是不是有点看不清楚我了？你少在那，你再捂一声痱子出来！你别穿着大棉袄在这冒充在喜马拉雅山脚底下，行不行啊？是不是有点摇晃了，静彤彤？信号不太好啊。等一会儿攀登完了以后，咱们再说吧啊，拜拜。那刘青，刘青，甭理他，在三河呢，装什么装？还捂大棉袄你？哎，饿死我了！你弄完了怎么早跟我说一声啊？累死我了都！你感冒了？哎呦，原来俩小朋友，玩不睡觉跑这儿来干嘛呀？我们就待一会儿，就待一会儿。玩够大的，还有帐篷，有掩屋子，玩的够大呀你们！不，我们马上就走，真的真的。赶紧回家，父母多担心啊！哎，成，我们马上收拾啊！快，马上。要不我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打呗。成，那喂，喂，小雪，我是刘星。哟。登山英雄舍得给家里打电话了。那个，哎，爸妈在吗？妈生你气了，说不管你了，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哎，我也就当没你这个弟弟了。别呀，那小雪，我求你了，你再帮我好好查查，就三河这边，到底哪儿有便宜一点的旅馆啊？喜马拉雅山都找得着的人。难道还不知道打电话导航114吗？好了，祝你登山愉快啊！我挂了，拜拜。电话导航114。来试试。成。中国网通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。喂。我就说嘛，当珠峰，那是十年以后的事儿，啊！你说你着什么急？你着什么急呀你？后悔啦？后悔走人呢？嗨，大哥，您还闹不清楚状况了，咱俩珠峰肯定是去不了了。那不回家可等什么呀？哎，不过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觉得咱都这么就回去了？特丢面子，当然丢面子啦。还有我妈的暴脾气，我爸的拳头。哎，现在啊，他们肯定在家摩拳擦掌，等着咱们自投罗网呢。可是你说他要看咱们这惨样，
会不会既往不咎啊？哼，我哪知道啊，我现在就知道累，而且啊，他珠峰都没我现在这么累。我也累，我想我那张舒舒服服小小的小床。我想念我们家的大冰箱。我想念我妈的炖排骨。我想念我妈的炸鸡翅。我还想念我爸我妈。我还想念我爸我妈还有小雨小雪。啊要不然咱回去吧。就这么回去了？要不然咱举手表决。同意的举手。全票通过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刘星回来了呢，还没回来呢。您看都凌晨四点多了，要不然先回房睡吧。我等。是梅梅，要不然你回去睡吧，我和小雪在这再等会儿啊。嗯，不回去，我回去我哪睡得着啊？我必须在他一进门的那一刹那，必须亲眼看见他，然后。紧紧地抱住他。嗯，好。嗯，妈妈回来了。啊，刘星，你还真的回来呀、啊、你？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您怎么惩罚我都成。我、哎，我抱抱你。啊什么？